我们均价高领从来不让人勒脖，从来不让人害怕，所以如果你是害怕的那一卦的话，真的可以尝试一下。这个呢是真高领哦，所以真的像我们今天台湾地区很冷的时候，我都会这样子裹起来。有时候在室内吃饭不需要那么冷啊，不需要那么高啊，那你就这样就好了。SL、ML 都可以穿，不想扎的时候整个打开，完全高弹，然后不灌风。它的那个磅数不是那种超级厚磅硬磅的，我觉得就是刚刚好，现在忽冷忽热可以穿。它是米白色，很少看得到米白色漂亮的高领，因为米白色真的容易比较脏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米白色这个是妮儿非常非常喜欢的样式。它虽然有点草绿，有点小小的淡淡的抹茶绿，那这件我觉得更大的特色是它的面料，就有点像棉花糖，端一端一端一端，软软软软，轻肤轻肤的感觉。那可可色其实可以搭得很 OL， 也可以搭得很率性、很个性都可以，弹性每一件都一样好，小低领、小高领，全部随心所欲，让你自己去卷。长度呢是可以扎衣服的长度，所以当你在活动手的时候，衣服不会跑上来。